今日是父亲节，蔡卓妍阿 sa 就 po 了一张他和爸爸近期的合照，以及两张他爸爸后生的时候的单人照。阿 sa 的爸爸后生的时候留着一把长发，阿 sa 留言表示他爸爸以前真的很有型的，还觉得有点像郑伊健。网民一致好评赞阿 sa 的爸爸，话应该可能大概是郑伊健似你爸爸，你爸爸真的很有型啊，不过看下看下又真的有点像郑伊健。打开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按下边零一 TV 粒掣，再按上边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